式的绘画了，开始了。哦，行。我在这里待了好久了、大爷是我们那儿的人，不像话，不像话啊！你问我干嘛的，这句话就多余了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说相声的。哦，我说也是嘛，说相声的，说书的老先生，说那个三列国呀、东西汉呀、水浒、聊斋、济公传呀、大武艺、小武艺、舞女七人、西游记呀。再等会儿吧，哪儿就一套一套的？我听过呀。你在外头卖盆去了是吗？啊，一套一套的啊，不是说书的，那做嘛？说相声，声，哎，相声，声，吹声的，是那个吹那个新货郎啊，宋公亮啊。这个语言我得20年前听他们念叨过啊。我也老听他们说呢。这个曲牌啊，没错，但是这个艺术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不是吹声那个玩意儿，那是干什么的？说相声，那不还是相数吗？相声，相数，我非得把你教会了，我非得学会了。相声，相数，相声，相数，相相相。想想想，生生生，说说说，相声相说相识相，你大爷学会了你。我这个可塑性很强啊，说相声啊，说相声第六，哎呀，改不了了，相声，对对，相声，开个玩笑嘛，逗着玩呢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哦，你们这个演出在这儿可太火了，我这门口我就看见了啊，乌泱泱来了好些个人呀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问问啊，就像你们这行子的，什么叫行子呀？啊，就你们这个团伙，就你们要犯罪，我们是啊，你们是什么？就我们这个行业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们这个行业。你平时还接点那个堂会嘛，对吧？嚯，你别看年轻，他还知道堂会啊。堂会，哎，演出分多少种？私人家里边定制的小型演出叫堂会，我们应啊。啊，可以去是吧？去，那太好了。我们家里有一档子事想上你们这儿找人演出。那可是好事，好吧？好，我看今天这个阵容就不错呀。哦，前面都是那个有头有脸的啊，观众喜欢，全是大腕儿啊，是吧？头里有那个什么陶云生，哎，陶阳，杨九郎，对，是吧？都火，还有那个秦小贤，哎呦嚯，最红了，哎，孟鹤堂，对，太好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看那最后一个写那个郭麒麟，他在哪儿嘞？我也等他呢，好久没看见，你也没看着是吧？那是，反正就按今天这个节目单吧。怎么样？请你们到我们那儿演出去。哎呦，演出去，有魄力这是。行不行？可以。跟你说行不行？管用吗？就跟我说最管用了啊！你说了算是吧？他们做不了主。哦，都得来啊！都去，都得来。嗯，郭麒麟来不来就算了啊！啊，我尽量安排。哎，看，你管得了他呀？哎呀，他不听话着呢。没事啊，他乐意来就来，不乐意来我也不逼他。哦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反正就这些个演出吧。哎，都去了啊。光上说相声的不行。哎，怎么呢？哎，还得有点干别的的。哦，艺术形式单调了。对。您还打算要点什么呀？我看你们这儿有那个要饭的，敲那个竹杠啊。哎呀，敲，行了，是吧？敲，哎呀。啊，可以了，哎呀，好，还带耍龙灯，这是行了，可以了啊。都有啊？没有啊，敲竹杠那是土匪，你说的是拿着那竹板啊，跟那打那个吗？对，好，那叫唱快板的。哎，唱快板的，对，这有不？有啊，我们这好几个干这个呢，都会哈，会。教几个？教你。再来几个牲口？哎呀，这个牲口，你再等会儿，什么的？哎，牲口啊，不是叫演员吗？要动物干嘛呀？不是，有那个一上来，你看着他是个人啊，但他一张嘴一听，哦，这是个猪，哎，这是个猴，哎，这是个驴，他都会啊。那叫口技，口技，有会的哈，也有。我看呢，有那个视频，你们前两天有人会这个？哎呀，有，我们这牲口也是有的是这个。不要真牲口啊！哎，你放心，学什么动物都可以。好，
再来来个口技啊，好口技。最后再来几个唱大狗的，差不多了。唱什么的？大狗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您不是有那狗曲社吗？那这什么话这叫啊？什么？你这个发音吐字有问题，就你这个嘴，好几条人命啊！啊，我怎么说不明白？古曲啊，唱大鼓嘛，西河大鼓、梅花大鼓，这各种大鼓嘛、哎、大鼓、啊、对，再叫几个唱大鼓的，好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哦，这就够了，这就够了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就这些人上我们那儿去吧。哦，就这一大堆人啊。哎，都得去啊。嚯、哦、好家伙，这个连演员在伴奏、哎、人可不少是吧。要多少钱哟、啊、你看我还没正经跟人谈过这、哎、都他们那。你这事闹的，你随便说吧。啊，我这都不好意思说，我们给的太少了。你随便说吧。不是，多少搁一边，这好家伙，秦霄贤、孟鹤堂，这都。孟鹤堂他妈说要100万，光给孟鹤堂100万啊。要说100万也说得过去啊，这么些人了，当然了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。是是。那我说了，我说比如说100万。然后您得算您的预算呢，说这给不了，我们少给点，咱们再聊。反正您给我一个确定的报价吧。这个玩意儿，嗨，艺术这个东西多了少的，就你就按100万来说，人家100万演员家属这么提的要求，嗯。您要这么说，嗯，我不跟您抬杠了啊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来到德云社 啊，找你们上我们那儿演出，我觉得你们是为了艺术啊，是是，愿意付出生命啊。那生命不能付出啊，是吧？啊，不，这钱可以谈，命不行啊。嗯，你们怎么，哎呀，这太臭了，闻的这太臭了，这么些人到那儿去，再少点，要100万，我们可以再少，这是摇放啊。是不，你别着急，我们都准备好1000万了，你要少了。是呀，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，这个啊，我这不好意思张嘴，太少了，才1000万，我怎么。不是不是，你别玩笑 啊，你准备的是多少钱？1000万啊。周九良他妈说日元。这他们家长怎么都不坐在一块儿啊，怎么他们怕我坐他们的钱啊。要人民币。人民币。1000万。1000万。行吗？你闹着玩呢，你准是闹着玩。绝不是闹着玩呢。啊，我们那个老板还说了啊，说知道您还喜欢那个唱京剧。啊，我喜欢。哎，您要是愿意去啊，可以把这1000万全换成蟒。是吧。你们老板在哪儿了？你请他来，我给他磕一个啊！别，行不行？不是，这心意我领了、啊。但是你说这后台发工资，一人给件蟒也不像话，是不是？都套上串好了。不，还是得给钱。给钱。我那份我自个儿买去，那是我的。行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嗯嗯，那就说好1000万。这不是我说，是不你说的？哎、对了，给1000万、啊。我们老板，我出门之前跟我说的、哦，说他们乐意来就给1000万。哎，说要是郭老师愿意来，可以让他再唱2场京剧，每场京剧再给500万。你看这人是有爱好的啊，就说我要再唱京剧的话，每场我再给他500万是吧？给他500万干什么呀？不，人不能白让我唱啊！人再给您500万啊！嘿，我的天哪啊！行不行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这行。这场演出2000万。是吧？这啊，好好，你看你这谁，人家非给2000万，咱们是本着艺术，咱们不是为了挣钱啊。那是肯定的，行，肯定的。好、啊，谢谢大家的理解啊。因为艺术确实就是这，是高于生命、啊。哎，大家开心就好，钱不钱的不重要。但你说本家说了给这么多钱，咱要不要，显得不拿人当人似的。那确实，行，好，那就说好了，说好了，就这2000万，2000万，好吧，好，行，到时候你就上我们那儿去。我们是好事啊。啊，不，这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因为像这种内部的堂会啊，它跟普通的演出是有区别的。啊、对，演之前我们得问清楚了，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庆祝活动 啊，什么事儿，我们好安排。什么主题的？什么节目得安排？好事，嗯，红事。哦，那知道了。结婚，红事，老人过生日。哎，那叫做寿和红事嘛？怎么个红事啊？着火了？走。你着火你不救火去，你还跟着你听相声呢。不是啊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就好像是那个火苗子似的，红红火火，特别让人高兴。是个形容词。哎，太红火了。那我明白、啊、那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事情呢？家里啊新有个小孩子，给小孩子办满月。
应该。应该不应该？应该应该应该。像这个事儿花5000万都值。那呵呵，5000万也行。5000万也行。您要愿意说两句豪话，我们老板一高兴没准又赏3000万。哎呦，这那就定下来了啊。定下来了哈、啊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好事。那咱说好了，到时候上你们那儿去。哦，哎呀，生了个孩子，生孩子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到这儿、哎、看演出，我也没准备，我也没带个水碗。我谁哦。有点渴了哦，渴了啊！这门口有个卖水的没有啊？不是，谁麻烦帮着叫一下？哎哎，卖水的，给我来50000块钱水。还行，好家伙，我有点渴。那行了，好，50000块钱水，海喝都干了啊！你等会儿吧。那个，郝老师，您把水端了。对对，我还确实是又渴了啊！快来，有点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哪有？我找一相声世家来给您送水啊！哇，一般身份不够啊！来，我不喝，来客人了，来客人，给我，这合适吗？这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我听说那你喝水都是烧饼给你拿的，那都自媒体编的，没烧饼我得渴死，合着啊！这果粉羊都这么大了啊！行了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会答应的。好，我就你喝，你喝，你喝喝喝水。这个是人家里添了个孩子啊，添了茶水。啊，对，是茶水，还挺香的。我看，还得看。呦呦呦呦呦，还怪不错，就喝的细致啊。那行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好了，给这个孩子呀去演这场堂会啊。这孩子这个今年多大了？什么时候生的呢？这个那不着急，不忙。你和你别不忙啊！我得安排这些人，你不安排他们，明儿都走了，这儿去那儿去的，是不是？哪天呢？啊，没事，他们有事让他们先忙他们的。那哪行？我们都签完合同，就得应您这事儿。哎，这到底哪天？你不用着急呀、啊。我怎么不着急、啊？你知道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吗？你给我，你拿过来，别喝了啊。孩子还没养活呢。啊，你上海河边喝去吧啊。我们这茶水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。你看你这人又着急、嗯。孩子没养活，要什么堂会呀、啊？不是，那你说那孩子养活了，那不很快就要办堂会了吗？啊，养活了就很快。对，办满月这事儿多快呀、啊！满月那不眼巴前的事儿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比如说这孩子老生了，今天一天，明天一天，后天，这不就该办满月了吗？你呀、啊，我得批评你，你年轻，那叫满月吗？那叫什么呀？那不喜三吗？啊，喜三呀、啊！喜三啊！就是办喜三呀、啊！哦，还办喜三，我还这是两档子事儿。孩子办喜三找你们，再办满月呢还得找你们呀！你瞧这一个亿挣的，搁那儿嘴了。哦，喜三找我们，嗯，满月也找我们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合适，这合适啊！那行，嗯、那我们就愿意了啊！愿意去啊？那也得要日子呀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个知道日子之后好安排啊！是，那你天亮你也别着急，对吧？你想呢？比如说那孩子今天捞上了。你们就后天去、嗯、他要是明天捞上呢、嗯、那就是大后天去。对啊、哎、他要是后天捞上呢、哎、他就大后天去。他要是大后天捞上行行行，拼不拼呐、啊、行了啊，那你说明天后天也无外乎就这两三天的事儿啊，你们就盼着吧。哎，我们就盼着孩子捞生了，盼着那孩子他妈妈结婚。你给我哪儿的事儿去，好家伙，溜还真大啊、嗯！都快喝没了都，这没有结实啊！行，说了规矩，这孩子他妈还没结婚呢，是没结婚啊？那这事儿这不就胡说八道了吗？这没结婚他也快了呀？那再者说了，您怎么想啊？啊，是那个孩子办满月的事情大，还是那孩子他妈妈结婚事情大呀？那结婚事儿大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结婚事儿那不得给两份的钱呀、啊？你别光站那儿说，你喝口水。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孩子他妈结婚找我们，然后生孩子找我们喜三，满月。那行，对，那是盼着他，盼着得快了吧？这也是、啊、孩子他妈妈也老大不小了、啊，这是盼着他结婚就行了啊！都4岁了，哎，让我，不像话，那不像话，不像话。我这么正直的人我都听不下去了啊，跟钱没有关系，行吗？你哪怕来说有个慰问我们也很愿意去，知道吗？我们去捐一点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这个态度你不应该。
吃了吗？什么叫我不应该？啊、我没说完呢。啊！你看你抢的那么快，那儿子这么贼呢？啊！废话，我说的是零四岁。对呀，零四，零四岁。哦嗨，这零四十四啊？那还得等个六七年。干嘛十四？零四岁。二十四了，好家伙，那够晚的。零四岁，三十岁。好家伙，我明白，零四岁怎么跟零四岁？姑娘小名叫零儿，嗯，四岁，给我，你不要再摸我的茶壶了啊！这是很宝贵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差不多也结了壳了啊！哎呀，您看您这个人，你们说相声的、啊、四岁啊，不都好逗哏儿吗？逗哏儿不要在钱的问题上跟说相声的逗哏儿，我们是很脆弱的。嗯，我看您还怪容易认真嘞。嗯。是真有演出，真的假的呀？刚才那些个全是玩笑。哦，一直是逗着玩的，一直都逗着玩的。哦，你们是什么演出啊？我们呀、啊、是公司开张。哦，你还这么说，哎，靠谱了啊！正经有事了。什么公司啊？做什么买卖？在哪儿啊？哎呦，这个买卖可太大了啊！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，你听听，震慑住了，全震慑住了。啊，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，豆腐大公司，你带炸果子不带？是卖早点是怎么的啊？豆腐你能干到全球去吗？你全球好，你好多人都爱喝老豆腐呢，可不都给他们供给来的？不是在哪儿？你们这公司？哎呦，我们这个地段挑的太好了。哦，什么地方？作为天津那个最繁华的地方。什么？叫滨江道，你知道不？这滨江道太知道了、哎、啊，旁边。滨江道旁边，哎，旁边，旁边那和平路嘛，和平路啊，就对过、这个、和平路是买卖也不小啊，啊，不小了，在那对过、嗯，在那对过是海河呀、啊，对、啊，在海河的河对过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上河里边演去呢，我们啊，没有没有，叫意式风情区，哦，在意式风情区借饼儿，嗯，我一猜就不对啊。还有没有这地儿啊？有这地儿啊？什么地方？这就快了啊！益丰区那儿。哎，还有个简称益丰区啊！哎，在那个益丰区里头有一个天津德云社，你去过没有啊？我去过，哎、我可没去过。在那个地方，那旁边有一个小胡同，你拐进去就是我们那个总部。总部，我老打那儿过，我怎么没注意有这么一大公司啊？哎，这还没开张呢。哦、还没开张、哎、这都明儿不等你们演完出才开张了吗？哦，我们现在都是那个 underground 的了，都是在那里，在地下室里边了啊，好，在地印子里边啊，在这备料了，哎，行吧，行，那说好了 啊，说好了，说还是这个阵容啊，还是这个阵容啊，阵容啊，到我们那儿我们开张，我们大模大样的办一回啊，太好了啊、哎，你们演个一百天，哎，演多少？演一百天、啊？那刚才说这个2000万不够了啊。是，那重新咱再谈。对，咱再谈。首先说是豆腐大公司开张，大开张，又是全国的连锁企业，对，还叫全球是吧？全球的啊，刚才这些演员您都要是不是？全都要。那这样吧，我要给你打个折，因为这一百天我们推掉好些个节目啊、综艺啊、演出都去不了，所以这帮人这一百天跟你这混的话，你啊，你这样你别多给，你给一个亿就行。主持，他高兴了，一个亿。一个亿，对了，行，哎，那你们去吧，我们去，我们就搬出来，呀，好，我们接收去了是吗？废话，这么就这几个人到那儿去，演一百天就一个亿，不，你讲理不讲理？一百天跟那儿呢啊？不，再怎么着一百天也不值一个亿、啊，我们别的活都推了呀，你有必要推别的活？才一百天，你推什么活啊？好家伙，三个来月什么都不干就跟你这儿，你论月做嘛？一百天吗？这怎么个一百天呢？没有晚上，一个白天。好。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，哎，就你这个舌头得弄死多少人呢？一个白天，我就习惯这么说话。你习惯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啊，一个白天，哎，一白天啊，一个白天，那行，那就按你说那个，2000万是个可以。我2000万可以，两千啊？那开玩笑呢？怎么又开玩笑？我们这小买卖，刚才说的挺好，一百万吧。啊，行吧。100万也行，100万也行啊！其实8000我们就干，我告诉你，我给多了，可以，我也不，我们这演员的不用你接，不用你送啊，行，对不对啊？那太好了，你这省你的车钱吧？那对了，我们这些个著名演员都是有月票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坐地铁去、啊，哎，我们这个老演员都是有老年卡的，这就不用，行，不用，这就给你省了不少钱，那太好了，对吧？那太好了，而且他们演完了人啊就回家了。
不用开酒店，不用开酒店，对不对？招待所这都不用了啊。对，但是你得管饭呢、啊。那没问题啊，绝对管饭吃。那等会儿啊，你再说一遍，管饭啊，让我们吃什么？饭粉。我们吃什么？吃饭啊。你吃什么？汉堡。呀，这孩子太缺德了啊！我这管饭吃吗？对，管饭，管饭还不能太次了。那可不能说相声都没出息着呢，你都吊着呢。哎呀，他们说相声活着就是为了饭活着，那可不啊。所以说吃什么，我其实是无所谓啊，因为这事儿是我谈的、嗯，我不能让他们咬吃我。有什么好的菜，你得安排的妥当一些。那我说几个好，我知道你们说相声都吃过见过，那是那是吧？啊啊，吃那个什么蒸羊羔呀、蒸熊掌、蒸鹿仁啊？哎，那没吃过，没吃过，他们就是背过啊。啊，是吧？他们没有吃过。哦，对对，我上回忘了就在这儿。哎，好的啊，对，就这个好。好，我们这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哦，可是别人吃过那个八大碗，嗯，吃过那个九大件，他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。好家伙，什么叫十大件呢？四个盘，嗯，五个碗，一个大墙盘。您给我们详细说说。我挨个说说。这头一个，头四个盘，头一个盘啊。头一盘，小葱拌豆腐。哎呀，这是深菜呀、啊！啊，这豆腐切好了，上面点这么一点小磨香油，提鼻子一闻，那香扑扑，香扑扑，一清二白呀、啊，太幸福了。你可以了，好一个小葱拌豆腐，说的比结婚还高兴呢。哎呀，那咱叫一小葱拌豆腐呗。头一个嘛，那行行。二一个好，二一个是什么？哎，二一个那是九九的凉菜、啊。哦，哎，咬一个搁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的，拌海蜇，萝卜皮拌豆腐。对，哦，对呀。没关系，凉菜倒说得过去，对吧？嗯，第三个也好啊，什么辣椒糊拌豆腐？哎呀，还好，改了红色的了。第四个是韭菜花拌豆腐啊，那行了，好，这四个是压桌的菜。压桌对，乐意吃就吃，不乐意吃扒拉开。对，我们等后头的呀。这菜我们都是为了敬那豆腐神的。哦，敬神的，敬神吃的。好嘞，你吃它做嘛呢？您这就说的对呀，对吧？你吃那五碗大菜。好，您说这头一碗，头一碗大菜。白菜熬豆腐，其实你不必那么咬牙的说，嗯，点点那个小磨香油，香扑扑，香扑扑的。孩子，你在外边有点缺嘴了，真的。你要是有时间，回家吃点肉去吧啊。这个好吃呀、啊，是是好吃好。大白菜熬豆腐啊，大白菜熬豆腐，哎，显得那么干净，嗯。听我说，第二个这个。小菠菜炖豆腐，嗯，哎，绿油油的啊，香扑扑，香扑扑，倒霉就倒霉这香扑扑上了啊！哎，好吃极了。三一个，三一个太好了啊啊！端上来一看，黄澄澄的一层油亮啊，黄焖栗子鸡，油炸素豆腐，哎，好，过了过油啊。行不行？第四个，四个好嘞。什么？有红的，有白的，拿筷子夹不起来，你得拿勺筷着吃。哦，猪血烩豆腐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啊，吃完我们腿都软了啊。不是你吃了第五个、啊、第五个是什么呀？第五个我们还没出门呢，现在喊这么一嗓子、哦、说闲人闪开了、嗯、得跟那个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、嗯啊、扒海参下酱骨的豆腐、哎哎哎哎、活不了、啊、好, 不 好, 好什么 好, 好这个玩意没法吃，吃完都站不起来了。没关系、嗯、你爱吃吃，不爱吃你扒拉开呀、啊。都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去？你们吃那个大墙盘啊。还有大墙盘呢、啊、要解馋咱得吃大墙盘，这可是个老话了。哎呦，这菜可不好找啊！哦，就为了给你们做，夜里头三四点钟，天还没亮呢，我们就得出去到市场挑去，有那个四五斤一块的，七八斤一块的，啊、全挑那大块的。哦，买回来到家里头拿水洗干净了，紧接着旁边得烧水了。嗯，点上锔末，拉开了风箱。你见过拉风箱的吗？我见过呀。啊、哎，那拉风箱你蹬起来，呼哒哒，呼哒哒，呼哒哒，哎哎哎哎，呼哒哒，跳舞去多好啊！啊，你再看那锅里头那个水，咕嘟嘟。咕嘟嘟，哎呦哎呀，咕嘟嘟，哎呀，香扑扑了啊！哎，水就开了，把这个东西放在里头，再等个七八个坎儿，拿钩子给挑出来，放在案板上头晾凉了。哦，你再把那个切肉的刀子拿过来，怎么样？你这切了片片了切，切了片片了切，拿过盘子来，碎的码在底下，整的放在上头，码了一个那叫五花三层啊。哦，再放上佐料可杠了得了。什么？有那个韭菜花、香菜末、葱、芹菜，
啥都往上放，弄点辣椒糊你趴了这吃去吧。哦、白煮肉豆腐渣哎，我去你这不哎呀，好搞笑的一个节目啊、哎、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。怎么还没完呢、哦、可以了啊。嗯，刚才这是一个学说方言的作品。对、哎、传统节目、哎、粤语。嗯，这个粤语什么什么语？粤语，这叫粤语啊。不是粤语 啊, 啊，这是过去讲深谷饶安一带的方言。对啊，当然这个相声里的方言。对对对对、嗯、非常传统的一个节目、嗯、要说呢，最开始这场演出啊，他就没有这场演出，对吧？我是为了骗我儿子回来呀、啊，搞了四场演出啊。对，这个我爸说要跟我一块儿演一个。嗯，其实我跟我爸在一块儿特别的难演。嗯，因为说您说平时旁边放一阎鹤祥，放一谁都行，我都能啊、嗯、糟践死他们。这话说的有点狠啊！是是是，可以拿他们开玩笑啊。嗯、哎，一起耍一耍，闹一闹都可以。嗯、人设在这儿了嘛。对，但是你说夸旁边放一个老父亲。嗯。这一下让我这个词儿叫放在这儿啊，不是把您摆搁，就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对，就您说把您请上来，这一下我觉得这都不好演哦，啊都不好演。他们前几天那个节目我也看，也都不怎么，你都看了、啊，也都不错，也都不错啊，都跟他们都那吸取经验来着。嗯，尤其呢，一看今天这演出，我头开始我还问演出部来着，我说今天诚心的，头里都请这么多。啊，名角儿，在前面演出、哦、是吧？你说孟鹤堂也好，秦霄贤也好，那都是大明星，啊，给人家跟我搁一场，我也太长时间没演了。我后来一算，上回演出还是21年的时候，那可不呗，嗯，太久没见观众了，嗯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今儿演完以后就不想了吧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、要回来演出特别的紧张，嗯，也不用。啊，但现在阎鹤祥也老不在家啊。对对，嗯，他没事，他骑摩托他就出去玩去了，啊、又出去历险去了，咱也不知道上哪儿啊。所以说这么一来，说让我跟郭老师一块演一个，演的不好，反正大伙儿多包涵吧，只能在年里头给大伙儿拜一年得了啊。哎。谢谢大伙儿吧，谢谢谢谢，各位是真捧啊，真捧，是是是，容让，哦呦呦啊！2017年的时候，我回天津演出办专场，也在这个剧场，也在大礼堂，也在大礼堂、嗯、演了这么三四个节目啊，演三四个，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？后来有时候都不敢回天津演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津观众懂相声啊，嗯，懂相声，爱相声是吧？但是我也有一个这个。我也不怕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天津孩子，啊，所以说无论再怎么着，大伙儿肯定都捧着听。啊，那是是是那是啊。那既然这样吧，我觉得爸爸，嗯，光咱们爷儿，我看透你了啊！哎，又到了我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这个，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兴趣爱好，就是喜欢给大伙儿介绍演员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介绍演员，快上来吧！就他们都准备了这个一箩筐的才艺，要是迫不及待展示给大家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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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吧，我们请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都上来啊，都上都上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、嗯、来，您这就熬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这场演出呢其实挺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我这几天都在台上介绍演出的原因，今儿我也得说说，因为有您前三天没来了，您不知道这个演出呢是在去年11月时候安排下来，是个系列活动，就是春节后麒麟剧社啊，我们在这儿先唱三天京剧，然后呢是德云古曲社的一个系列活动。嗯，德云古曲社呢从2年前将近3年吧，从招生培养啊到现在头一科的学生已经正式要上台了啊，所以说呢京剧完之后是一个系列的古曲演出，最后有几天相声蹲底，我们是一个系列活动，所以这个演出是在去年10月底左右定下来的。啊，但是呢，没想到春节后京剧演完了呢，这个古曲的那个老演员呢，那老太太们、老头们，都70-80了，演完之后喘不上气儿来。老太太说：“是快到日子吗？”我说：“快到了。”我说：“您这旗袍都准备好了吗？”穿旗袍就喘，就是冻的啊。说这个这还得缓缓，要不一大段站着20分钟唱不下来。咱想也是。
我说那就再缓缓吧，我就把这个系列演出里的古曲我摘出来了，放在了五月份，因为五月一号到七号呢是天津德云社成立两周年，有一个系列的庆典活动啊。今儿说完了，各位您想着留时间来看来啊，一号到七号把时间都留出来，你们啊，听到了没啊？嗯，他没留着。然后从八号开始，古曲那演出就搁到八号了，八九十十一就这么演下去了啊，这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个这几天呢，您也看出来了，那个一个是大林啊，一个什么张小辫这些人啊，这些孩子陆续都来，除了于老师不在。那我看这两天网上好多那个写文章的朋友们啊，说于老师单飞了啊。你们给我一个电话，我要举报他啊。去年于老师拍完了我们那个电影《粉墨江湖》之后啊，哎，他又签了两个电影，签完之后，但现在没拍完，所以这回演出呢轮不着他了啊。跟我商量半天，说你看我实在是赶不回来了，我们这组里边女演员有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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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事，我说那你保重吧，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跟我打电话上了啊，你快去玩耍吧啊！都有谁？要不我去看。但是于老师说无论如何啊，五一的时候，因为到不了五一，因为四月底我们大型的演出就陆续开了，你包括北京每年那个像北展那种园子了，演出四月二十来号就有，包括三年前天津那个初三初四的那个省亲，今年四月底也要演了啊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呢，我不知道您谁手里还有票啊？啊，有票，哎，反正都是四月二十来号的事儿。那会儿于老师就回来参加演出了，啊，包括天津德云社这一号到七号之间，我说你别着急，你先给人拍戏，你不拍早晚的事儿，尽量拍，哪怕你来个一天，来个两天啊也好，咱们一块儿就玩一玩。大概这是于老师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说请大家呢也不要再传于老师什么跟女演员怎样怎样了，这个人没这么传 没错啊，人没这么传，我们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啊啊。这个今天来这儿呢，这场演出其实演员还挺硬核的啊，有您熟的有您不太熟的，我介绍一下啊啊，打那儿开始啊，头一位啊，我们的京剧神童，也是我的义子干儿，是我的徒弟陶阳陶云胜。旁边的我徒弟啊，关鹤柏，我们的老艺术家啊，刘鹤春，我老觉得比我大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大家都熟悉了啊，往前站啊，秦霄贤，来何九华，周九良。孟鹤堂，这是孙悦老师的徒弟啊，孙子昭，以后叫儿子昭，还大一辈啊，哎，这是岳云鹏的徒弟，我的徒孙尚小菊，哎呀，这个人，哎呀啊，啊，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天和张云雷一起出现在舞台上？不是，我们那组里女演员也多。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人也多，平时没事他们都撒出去拍戏的做节目的，所以说演出部说您看这怎么办，调不到一块儿，张云雷杨九郎搁不了一天，我说搁不了一天搁不了一天呗，我说我跟张云雷演一个，演出部的说这个会让人说闲话，我说你糊涂，咱还差这几句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们一定会说这张云雷跟杨九郎俩人咧了，我这说两天就过去，又有新的话题了啊，不重要啊。哎，我徒弟杨九郎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这是我大儿子郭麒麟，他昨天半夜回的家，我演完回家一进门，我看这墙角立一个箱子，然后说这个箱子回来的人还没有到，我说人干嘛去了，说喝酒去了啊，半夜三点才回来哈，学那个找堂会去了，少来这套啊。啊，你看这今儿我出来早，我出来时他还没起来呢啊。今儿这进后台，我还问我说你看见老二吗？他说是，老二看见他都愣了，半夜回来人了这是啊。是来吧，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是大伙儿最开心的了啊。每个人的粉丝都有，您各位有什么口味啊？有什么想法？您尽管说出来，喜欢看谁，再给您表演一个小节目，好不好？
叫我，我先来一个，我先来一个。我是是师傅，您得判谁先来。人家说官和百，回家，不是得谁先来呀？来，那个咱们这样，这几个人您最喜欢，我也知道，别着急，咱们一个个来啊。那个孙子昭，来，就是您。他是那个孙越老师的徒弟，啊，你为什么当初拜了他呢？嗨，其实你要拜尚小菊，最起码正根正派，对，会说相声。哎呦，给大伙儿演个什么吗？我给大伙儿来段 B-box 吧，来，都是孙越教你的，来吧 ，box， 来 ，box。在很久以前。你有我，我拥有你。谢谢。这话筒得换啊，不能用了，用过去了啊。阿桃，来人。这是麒麟剧社的主演啊，那个相声、京剧两门报都很好啊。你这个意思是你们俩要演一个吗？我们俩就哦，挡亮啊，一块儿挡了就完了。好，来吧，来我挡完了，我挡完了。痛嘞，痛一锤嘞，痛！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玉泽把香烧。关公犯罪刘备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应速去报，就说老爷放了骨胶，七星剑打口罩，一腔热血染着袍，好汉英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。这俩跟老艺人似的。关鹤柏，快来，万没想到吧。哎，鹤柏来了多少年了？来了十多年了。他得来大十多年。你是头鹤吗？我二鹤。二鹤的是吧？好家伙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43。你都43了啊？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德云社呢，你看。他就来四十三年了啊！我打地来了，我这。来吧，给大伙儿演个什么？我什么？我不会是吧？好，你可太棒了、啊！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叫《坦诚》。你跟贺春几年了一块儿？我们6年了，都在一块6年了。啊、好嘞，贺春老，快来！我以为是个访谈节目呢，我这。来，贺春，他要不演，你得演一个。行，你回去吧，你来，还真客气啊。你回去看家去吧啊！爹要弄孩子。刚才在后台，小孟说唱段评戏。可以啊，来吧。那个这段啊叫《败子回头》。哦，压痕迹。哎，这是当初我师父亲自传授给我们俩的。嗯，唱的好就是我师父亲自传授的。唱的不好呢？哎，我自己学的。来吧，小孟在吗？在啊。都有你啊。行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一段啊，《败子回头》啊。好。我只说话灵，待我心肠好，随我从良，好手同脚，因此上我把牙打掉，为妓女，为妓女把父母的遗体胆跑。王公子，您这是胭脂粉好比那迷人的药，蜜糖最好比两把杀人的刀，芙蓉面就是这个狗死的鬼啊，小金莲好比这个恶毒枭，杨柳腰如同是斑马的锁，风流眼勾我走上独木桥，烟花院好比这个森罗殿，红绫被就是这个玉监牢，一双玉腕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可嚼，管他张王和李昭，鸳鸯枕上缓娇娇，回不听家宴的苦熏娇，任意而胡为我烂赌飘。生日那天我们师父没有办啊，就在家了，然后那个年会也没有办，然后呢封箱也没封上，然后开箱也没开了。就说过生日就别说这话了啊。那在这儿呢我们就
迟来的祝福，祝师傅生日快乐。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藏，咚咚咚咚藏。今天剧场很多人藏，明天网上起讨论藏，哪儿的相声最好听藏，天津。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藏，咚咚咚咚藏。大林相声能力强藏，综艺影视也疯狂藏，德云以后交给谁藏，分扬。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藏，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藏，咚咚咚咚藏。九华九梁严鹤祥藏，他们搭档外边忙藏，演出谁还没搭档藏，德刚。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回来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很难得啊，这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，这叫三句拜。这种形式在我童年的时候就臭了街了，就啊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老秦，你还要演一别的吗？啊，过来，我知道他们不会饶了你，一个咚了咚墙不行啊。我觉得唱两句吧，你那个。我觉得我们那咚咚咚咚藏挺好的啊。好啊，来吧。唱点什么呢？就是。哎，好，哎，唱个张小白，唱一个，来吧，唱一个。青砖伴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。谢。大华，来吧，啊，过来。咚咚咚咚藏，咚咚咚咚藏。底下有一个小姑娘说：“何九华，我爱你啊！”哎，好，谢谢，真客气啊！认亲来了，你这啊？孟鹤堂，孟鹤堂，师傅，我再演发了，不能，你演这俩都不叫玩意儿啊！你看你的粉丝们还在呼唤你，还要唱一个唱啊，武家坡呀，哎呀，来了，这劲啊！他又催我快点儿，我调调调门啊，一一一一一，啊，等一一一一一西，行了，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是唱不唱到底啊？加坡哈，啊，随便，一一一一。一一一 C， 一 C， 当年泪不干，彩楼绣球配良缘，平贵享了红中簪，唐王考封我杜甫官，西凉国造了反，造了反。你的父逼我披挂到阵前，扯散鸳鸯天国一边，黄沙滚烽烟漫，到后来我翻榜佳作在银安，那一日宾鸿大宴仙落山，才知道三姐受熬煎。我的妻往事抱船，可怜你守在寒窑，可怜你孤孤单单，苦等我血难平归整整一十八年啊。咚咚咚咚藏藏，咚咚咚藏。这个三句半这个节目还是很精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谢谢，行了，咱俩闭嘴吧，可以了。我得过王了，要了亲命了。谁？我都听不清楚谁。哦，嗨，关浩白。从头说一番，
周九良啊，我听有人叫你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快来，你看有喊周九良，龙驹凤眼，好吧。唱的真敢唱，听了也真敢听啊！行，郭麒麟，您还要表演个节目吗？啊？什么？照花台？好，照花台啊！行，照一下。您帮、你还需要阿桃帮忙吗？您帮忙呗、行，来走。爸爸，一呀嘛更儿里呀，月影儿照花台。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把婶儿来哟，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，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仙。我这夯头子现在怎么样？好多了啊，还得拍电影去。哎，得嘞。坐灯也不来，有了灯也不来，堂姐愿望苍天是止不住的好伤怀，美人美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君差。哎哎哎哎，谢谢吧啊。哎哎呦，谢谢！刚才、这是今天带来见家长的吗？不是，这刚才不是孟鹤堂的母亲坐这儿吗？一个人，哎，行了，差不隆咚，可以了，行吧，谢谢吧。啊，还有侯爷，好家伙，侯爷有您的仇人，侯老师，不知道呢，这坐那儿喊您呢啊？不是，这是中国相声史上很少见的一幕，喊我。对，喊我就演出结束了，别喊我呀！等会儿还差一点，您歇会儿。就所以啊，是希望侯老师演一什么呀？叫小帆呐、你这个仇人可不少啊！叫小帆，让您叫啊，我给您叫叫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本宫起心间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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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小帆。耶！好耶！还得说是相声世家的人啊，挺好。好，这个孟鹤堂，还有啊，我今天孟鹤堂，孟是不是你家人包场了？还有何九华啊，我的妻，走吧，你躲过去了。杨九郎啊，陶阳啊，陶阳，好，陶阳，来，这回你站那边，我站这边场。来，你还有什么？来吧，有人喊你了，差不多了。未央宫，好家伙，未央宫，行，来，没事，来，那着底，着底啊，着底。哇，怎么唱来着？你先唱。坐问一声，相国听断的，楚平王无道心不移，白钢枪负那子的妻。金鼎叫唤唤，银鼎那叫满朝文武谁敢那提？伍子胥他的父上殿把本那起，怒恼了奸党废无忌，在深宫设下一条啊，几个里边龙。我就会这个。可怜他一家大小三百余口，一刀一锅血染衣，子胥立了凡尘地，死亲贪国也就破了虚，几个耳洞吃立了龙潭虎穴，偶遇那浣纱女，月在里边灯春宵牧师换朝我一在那头我一见，他与那专制拜兄弟与长剑，刺杀忘了谋社稷活动
犯了此意，二次报信，那要李，要李为国，断了臂，抛父母，舍贤妻，在那船头上，断剑挥挥，血气气，侠义出第一，在那万国为名题。三次报天孙虎子脚长烟阵战美姬，吴国兴吴国衰，吴道的昏王身已死，吴子胥边随平王师，到后来吴越刀兵起，越王割间为奴隶，坚持了美名，叫西施还有文中于凡的礼，西施献媚做女婿，那吴王夫差被色迷，听信太宰则剥皮，吴王他杀了伍子胥，说什么忠良死得苦，到什么忠臣死得虚，死这般汗马的功劳前功尽弃，难道我今天要学伍子胥也要身受礼？这不是唱戏，这是开盲盒，连唱带开。我这不要脸已经快跟岳云鹏一模一样了。哎呦，谢谢吧，谢谢吧啊！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心难为您各位这么捧、这么鼓励和支持啊！这个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现在春暖花开，太平盛景，听相声说相声的好日子也来了。我们代表德云社所有演员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往前站往前站，来来来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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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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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一群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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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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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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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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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李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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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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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